家好，这是阜阳新闻网。小姑娘没事，我叫你。这只鸡是俺三娘给的，是个大老公鸡，是俺自己家喂的。咱今天这只鸡炖，先给它处理一下子再。先把肚子里边的东西开开。大火烧了，小火烧啊！这是我在超市里面刚买的，我先给它洗一下，等一下放在锅里跟鸡一起炖，那汤喝起来比较鲜。给它熬熬的，好吃的了。放点盐。没有那个料底味，嗯，少滴点那酒的。抽掉了，推着抽，推着抽不下，妈的，里面的鸡大。鸡头了，往里头了。对，慢慢的，烂很，哎，得对，把它压压高来的。不吃了，好好。快啃都，香。这是不是香呀？香香。哦，香可以啃都。感觉这俩要是嘞，那么香了吗？我爱吃吧。嗯。这鸡是自己家养的。这是咱家养的吗？这是你先来给咱的。这没啥肉哎。肉肉啥肉？嗯。这是还不知道在家还吃的吗？都站起来吃了一刀。嗯。他不管吃的。来，一会儿吃鸡皮，吃鸡皮，鸡皮吃了是没动的，你都不吃鸡皮，鸡皮吃了最漂亮的长的，可知道？俺们你不着急就吃了。一会儿俺们吃鸡皮，吃鸡皮，俺们说老婆漂亮的，是不是？嗯、没动嘞。这一只鸡有六七斤重，还不够这小孩吃的。还有这个汤喝起来特别鲜。这一期到结束了，关注阜阳新闻网，小姑娘美食，别下面留言。